刚才是这一段的正面的风洞分段讲解，下面我侧向的再示范一遍，大家再看一下我的一些手法、步行啊、角度的一些具体的运行轨迹。好，两脚开离，注意与肩同宽啊，水平线。收脚，捧，捋，挤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罗西奥布两个。进步斑斓锤，再提示一下啊，这个撇身锤接捋脊式啊，这个。完了以后，后坐全变掌，右手呢在胸前要画个小弧，接着向右抹，所以在抹的时候身体不能转的太多啊，这个形状应当是腰转，好腰转，好不能整个身体转过来，髋关节不能变。下捋收脚的时候，这个手在手腕和膝盖要成一个垂直线啊，不能捋过了，不能就别掉了哈。这时候是腰为轴，转腰搭手，弓步前挤，这一个捧捧挤，后坐后坐的时候，这个手也是往前放啊，后坐。就撑放啊，不能歪了，是吧？很多人做成身体就歪扭了，就非常难看，而且不中正。抹也是两个对角的角度也是接近30度啊，收脚下捋，做捋手和膝要成一条线。好，搭手，弓步前进。啊，这是捋脊式要注意的地方。还有如风势臂，根部按，重心是压在左脚啊，不能做成。好，重心手前推，重心前按，变南辕北辙了啊，不对，应当是。进攻点还是压住左腿啊，借劲发力，不能手推后坐，这就卸掉了，失去这个进攻的这个
功能啊。重心还是在后腿。第一段呢，它整个动作是舒展大方，好，还是一种规格啊，中正为主，在节奏处理上不要求有太大的起伏变化，还是以整个的严谨均匀啊开展为主要风格特点的处理。那么下面再欣赏一遍第一段的背向示范。